这三小啊！你点餐了吗？点好了。好。 谁啊？什么证券的陈小姐叫我联络她？你这是诈骗吧？你吧。一直传哎，干得太扯了吧？全部都是哦。我靠！手机坏掉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认识你吗？ 不认识，但是有一位范小姐说她要联络你，她说你把她的联络方式删掉。我不认识什么范小姐啊？不好意思，请问你们要点餐了吗？哦，对对对，点餐点餐。哎，好，那就我要一份松露薯条。好的，一份松露薯条。然后哦，对了，有一位郑小姐有急事要联络你，要你叫她的 LINE。 不可能的。 是我太累，产生幻觉，我把心静下来。我是简小姐，有急事找你，加我 LINE FM 551。